那些可能是这是私人地方哦，私人地，那那个是私人的。对啊，那棚那是的。他可能就是某些部分，某些部分买，某些部分没有。这买整座山，整个山弄下来，所以说买一个山呢、啊，就可以当个游乐园。然后就靠人家来，有人来就有吃的那些都可以卖啊。这边就可以眺望整个，应该是像铜锣。铜锣。哎，啊，应该是没有公馆了。铜锣。街头艺人表演，景观台，这是艺人表演。可以。